曾经获颁金曲原住民歌手，也曾经获得总统府颁发文化新传的萨卡勒姆斯，以独特的唱腔与舞步开启原住民公益研习初阶结训的序幕。这个是我的作品。干大爷。okay. 谢谢。我林宝妹。我是康爱妹。是。干爷干大爷要换槟榔手机。我是班春，我这个作品是我要换我的面纸啊，还有我的钱包啊，跟我的这个手机啊、哦，这样就不会搞丢。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我是香梅，我这个作品也是嘎代他的。我稍微做的比较大一点点，然后里面可以装那个洋伤啊，还有小的矿泉水，就这样子。我是慧琳，那我做的是手机袋，啊，我的手机太小了，好，就这样子啊。你的作品你很满意吗？第一次做的还可以啦，下次更好。我是杜巴西啊，马拉那个汤姆斯，拉基帕罗那几个，都过来过来那个沃罗，穆达拉那么多罗巴巴达那么多，西亚克那么多西瓜，那么多拉沃布鲁马多，瓦帕那么多拉塔帕索那么多拉丁安马多，好，马拉那个，我是麦明群，阿们个那个太阳马巴里，都过来过来那个。Kay sila kilangat-langat ako patan ako na piyayali la ka tarito ramuro wa chiyo mong kaila wa kulakula ka sa naponon chong amaraki kay piyayali katan Wow, sisye Adana ng itong matsila mo Kung na kwa mako kung nakito ramuro kadwa kula mo要卖的话都是有这个再赚钱嘛，那你可以是政府应该要到哪里，因为说这么几十年的当中研究做我们的文化的历史的关系变成一个很乱不真没有程序，好像是没有也没有价值感，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就是我的鼓励。为了要传承，我一定要学会这个如何的接编我们的这一些腕带啊，所以我在这边是很诚心的来学习这个腕带，我的作品也做完了，很感谢主，更感谢老师，因为既然学了个初步的，那当然更盼望能够进阶，而老师教得很细心，所以我这个笨手笨脚的才可以做，才可以完成我的作品。马家乡103年度原住民公益产业研习，由萨卡勒穆斯娘担任讲师，在三合村文物馆揭开学习课程。经过一个月的研习之后，于7月30号结训，获颁证书与奖品，共有15位学员。清一色是妇女的学员，都表示非常满意整个学习的过程。人生是终身学习呀、啊，感觉他办了一个给他关了的，人生本来就是写不完，可是。总是你写了一点，一定会有这样，一定会有啊，一点的好处在你身上啊。主办单位没有很关心啊，可是总有一天，所以刚才说有时间把那个相片照大一点，但是我要执行的时候，我就会拿到那台上给那些公司来看。
既然是公所，应该是来讲，应该是要来这边哈，或是督导啊，或是来看，这个太不重视我们乡亲了，所以身为一个乡代，我有监督的责任。你们大家都这么用心的来学习，好来在这里，最起码公所单位把一个人来这边哈，向大家恭贺，或是指导，说看看未来的要走向是什么。结训颁奖仪式当中，乡公所或相关单位没有派员莅临观礼，但是乡民代表会彭玉珍代表、台湾原住民主希望工程发展协会理事长梁明辉、梁山村老人日托客服老师、社区发展总干事罗进福、文化种子主义老师杜富菊等都应邀参与，鼓励学员应继续扮演部落的傻瓜，针对研习进阶班与高阶班的课程，当作是社区妇女学习的榜样。我们这次呢，非常感谢我们彭水光牧师的师母，也就是杜老师，他这次呢能够办理马家乡公益的一个研习。在这一方面的研习过去比较少，会这种技艺的人不多了，但是他愿意呢把他的这份技术呢不吝惜的传承下去。那这次大家呢学习也非常的踊跃，非常感谢杜老师他的爱心呢，这是我们永远难忘的。要让社区进步的话，应该有几个傻瓜在做事。常常如果你没有做傻瓜的准备的话，被人家捅几刀，你就失去那个信心，失去那个工作的那个意愿的时候，那根本社区就没有办法进展。又比方我们傻瓜的工作室如果彭牧师没有秉着那个傻瓜的精神，我想傻瓜的工作室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成绩，有那么好的成果。然后又常常办活动活动之后又给一些学员提供免费的一些点心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追求的要去寻找的是我们原住民的人情味。我们希望那个乡公所每次办活动能够切实去做好每一项工作尤其是结训典礼的时候，你至少派人去关心去看一下不要老是例行公事每次办一办然后到最后不了了之这样对乡民对学员是一种很不好的一个示范结训的话可能会透过我们相应的时候就发表成果，然后再一起颁发结业证书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希望说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继续学习。因为这个在我们卢凯族的社会里面女孩子不会女工是不可以结婚的，就是没有资格。那我很高兴就是说他们有机会在这里，虽然这些学员到底老的还是比较多，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中生代，让他们做一个开始。如果说这个研习如果我们的公部门愿意继续花这样的一个时间愿意花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然后让这个研习一直延续下去，就是说不要有只有初阶，有中阶高阶，让这些女工不要失传，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研习的活动。那我不希望说这个只是用研习两个字，而是说能够生活化如果做研习，那我们在研习期间大家会很认真，可是你说真的要到家里，你叫他自己做，会做的人大概也不会很多了。所以我是希望说这个东西是能够生活化。身为讲师的穆信良杜夏莲，其实他除了会女工，他也是木雕高手，所以他表示有机会的话，也会跟大家敲敲打打，打造出美园社区不一样的风情。马家乡公益产业研习的开训是在乡公所，结训地点是在学习场地的空间办理。虽然少了公部门的鼓励，但是却仍然可以嗅出原住民浓浓的知足常乐民风气息。记者陈德昌在马家乡美园社区的报道。